每天早上都带一个布袋，然后一只夹子。我家离海滩很近嘛，一边来运动，一边来做环保，这一举两得。看看太阳眼镜哦，这个还好好的，海滩里面无奇不有。我今年呢34岁，50岁寄在宝藏银行，教了37年的书。退休的前一年，我就加入慈济。哇塞，他都没喝哎。哎，刚刚那么可惜哈，真的鱼食污染，啊，恁家可以食鱼，会当做些，哈，啊，所以我今嘛吼，一个人送恁一支好特别做，反应简单，因为他年纪大了还要这样子，有的人要接受，有的人也不接受啊，可是我们必定要做到，做回收不是只有慈济人在做，是希望宣导。更多人都知道如何来爱地球。这个就在这边，那其他这个我就拿到环保站去。我当然随时随地都要讲，我看到人就会说环保，不一定固定的时间。6年前呢，我就受证环保讲师。咱地球所有的水，拢得伫你一支笔内底。爱地球很简单，1、3、5。啊，有三项，那就是环境，环境是地球。拢会先导讲吼，去着叫阮着爱安怎做，安怎做。一块神水，就是一块神水。他说低头做环保，抬头要说环保。环保的一个理念，你不但会做，你还会说。保特瓶者哎，保特瓶者人生吼，大爱感恩科技，未来哦吼，来，按照等于给恁孙孝，恁孙读在第一名。活到老，做到老，做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。